颂钵之所以可以让我们快速地放松下来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延音非常的长。当我们专注地聆听一个播音时，它就会把我们慢慢地带入到非常放松的状态里，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定的状态。正常的颂钵呢，它的延音会在一分钟到两分多钟，而我这里呢有一个可以长达三分多钟的颂钵，就显得非常的难得。待会呢，我们会一起来聆听这个钵的声音，让我们慢慢的静下来，去感受它给我们带来的内在的宁静。在下一条视频里呢，我们也会用这个颂钵来为大家录制一首长达十多分钟的颂钵音乐，帮助大家进入到深度的放松和深度的睡眠状态里。祝大家每天晚上睡个好觉。